甜，我声音好甜呢、欸。这位在直播上也是人气很高的，融化了，没有很高很高。有没有说听你的听你的声音马上会融化？没有，谁说？我说，因为我们融化了。对，因为我们融化了，我们真的融化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刚刚都是我们仿换雷拉仿，看女生仿女生，对，看你们可以硬聊些什么。仿换雷拉，嗨，哎，那个就是，仿问他几个问题。平常喜欢干嘛？平常我的兴趣就是唱歌跟弹钢琴。哦，对，我有你的 IG， 我知道你很爱弹钢琴，而且你还有就是很喜欢去那种网美店拍照，我都看他。可是那个应该是大部分女生都蛮爱去的。然后我不爱去，我都会看你去哪一间，我就去哪一间拍影片。哦，就是一个代表性的，一个代表性的网红界范例。对，你是不是也是唱老舍的？为什么老舍就拿麦？拿麦会这样拿、欸？会甩麦。唱歌都会这样，哦，会甩麦啊！应该等一下看我唱歌就会这样。哦，然后会表演是不是？会唱歌，所以这个动作就是要唱老舍吗？那跟不很像吗？我记得我第一次上，那这个动作是怎样？啊，多多多多，不是，哈喽，你有时候会唱高音，你要拉远一点，像萧敬腾那样。没有，萧煌奇，萧煌奇，对啊。你是我的耶，等我淋雨，对，懂意思吗？啊，雷拉刷舌苔是怎样？啊，刷舌苔，刷舌苔，就哎哎。好，没事，哎，好，来，我就是在清麦啊，清麦，对，阿玉，哎，那个 Vivi 小轩，你现在喜欢干嘛？平常都喜欢干嘛？你的兴趣？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我刚讲了吗？鬼打墙，他刚讲弹钢琴啊，你这边是讲舌苔，还有打了？对不起，那我问一下好了哈，早餐吃什么？没吃早餐啊？怎么这样？怎么搞的？你心不心疼？有没有都带早餐？有吗？这是表现你绅士风度的时候了。啊没有是不是？没有是。那没关系，待会我们买早餐给你吃。那如果坐久就没接到。对，他没接到。对，那他嗯说 ，Vivi 要不要拉票一下？对。拉什么票？宣传 IG 啊，或者是直播间。可以追踪我的 IG 吧，我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分享在 IG 上面。嗯。哎，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叫做小仙女？其实我以前就是我去年底才拆牙套，然后我之前戴牙套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牙齿突突的，对，不喜欢笑，所以可是我早就出来接拍照了，然后这种摄影师大部分有拍过我的应该都知道我以前不笑，对，就是给人那种很高冷、哦、冷酷冰山美人这样，对，但是其实我个性不是这样，然后大家他们就给我取了那个仙女的绰号，就叫小仙女，有仙气啊那种感觉，对，不喜欢笑，但私底下不是这样，各位，你笑起来很好看的，你现在对大家笑一个。对啊，你在镜头笑一个，很美。镜头，对，姓陈啊，叫陈镜头。而且我问一下，像你这种漂亮，会不会遇到照片被盗用的状况？常常，可是应该不是只有我，一堆人都被盗用。我跟你说，会吧，都有这个状况的。你看，小仙女盗版的，假的。对啊，假小仙女。假小仙女。好，没事啊。我们再次谢谢小仙女。谢谢小仙女。漂亮。稍等一下。我们主持人什么都不会，开黄腔最会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是来这边的目的嘛。对，我以后不接校园的，只接创世纪。没错。好，下一位，韵韵。